靖哥哥，你猜那个老毒物跟他侄儿说什么？我看欧阳前辈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，他可能是要背着我们哭一哭吧。哭是肯定要哭的，但是我觉得他在说别的事情。说什么？说怎么杀了我们。不会吧，我们两个可是一直好心在帮他们的。怎么不会？你看师傅那样。那照你这么说，蓉儿，你得赶紧想个办法才是啊。要是能把他的侄儿救了，这样也许还能缓一缓。其实欧阳克也不是那么坏，但就是老毒物那么霸道，我看不惯。蓉儿，不过我们要想救他的话，那怎么救啊？潮水一时半会儿也落不下去，我看恐怕是很难了。有了，靖哥哥，你有办法了。给你。把这个放在嘴里。动手吧。是吧？没死，可是要再这么来一回，便什么都不用说了。可能是树藤太细了，我看明天不如我们多截几根树藤吧。恐怕我们三个人干不了。要是有人来帮忙就好了。哼，废话。这也不是废话，没准就有人来帮忙了呢。怎么会有人相助呢？我看欧阳公子可能要多受一天的苦，明天涨潮的时候，这块石头就可以搬得动了。真的吗，蓉儿？现在我们俩都饿了，我们要去吃点东西。走吧，靖哥哥。哎，黄姑娘，你说明天会有人来相助，这话是真是假？此事是天机不可泄露，我们现在要去吃饭了。你是跟着来呢，还是陪你侄儿呢？是啊，我陪我侄儿。我们走吧。好。七公，我已经把蓉儿烤的兔子给他们送过去了，不过看他们那副样子也没心思吃的。来，静儿坐下。嗯。知道刚才小坏蛋做了些什么吗？师傅，别告诉靖哥哥，告诉靖哥哥，他肯定会同情欧阳克的。一时的恻隐之心只是小善，我们这些丐帮的人命都是很不值钱的。可是久而久之，我们呢倒明白了一些道理。王侯将相和草民的命都是一样的。蓉儿，你要明白，你今天做这件事情虽然只是为了自己，可救了很多良家女子的性命。我可没那么想，其实欧阳克他也不杀人啊。你知道他逼得这地方有多少江南女子因名节不保而自寻短见，有多少人你知道吗？可是我爹说，名节这个东西都是圣人乱说。哦，你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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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让所有的人跟他一样生活，那可以吗？那根本不行的。你爹的话，我觉得那也是邪人胡说。师父。嗯。
蓉儿明白了，师父是在教蓉儿为恶为善的道理。一帮之主，怎么能够不分善恶？蓉儿，什么一帮之主啊？哦，下次再告诉你啊。啊，那个，师父，看看这肉熟了吗？哦，熟了，熟了，熟了。哎呀，好香啊！退潮了，侄儿，马上快退潮了，你就不用这样再挨着了。啊，好在你现在听不见我说话。可儿，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不是你叔叔，我是你的亲爹。我20岁。便横扫西域，25岁游历了整个中原。我心里面有一个女子是我最爱的人，那就是你娘。可儿，你懂吗？我从小跟着大哥长大，我知道这是一段孽缘，所以以后我就不再回白驼山了，闯出了天下五绝的虚名。后来我回去了，你娘已经快过世了，她什么也没说，可是看着她的眼神，我知道你是我欧阳锋的儿子，你是她留给我的唯一骨血。你爹我受不了别人比我强，我恨透了王重阳、洪七公、黄药师这帮武林高手，是他们害得我，让我争强好胜，我到最后都没能够陪伴你娘。可儿，我带你到中原来就是来寻仇的，只要九阴真经弄到手，我就在华山顶上把他们一个个全杀了。可是瞧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带你来做什么？我还要这九阴真经干什么？白驼山的那片养马场养活不了我们爷儿俩了，以后不管什么样的女子，只要和你在一起生个大胖小子，就是我欧阳锋的孙子了。啊，退潮了。啊，那可儿，可儿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啊，潮水退了，你熬过来了。叔叔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清。我没说什么，我是说，你即便是这两条腿都没了，十几年后，我的克儿也是武林第一高人。有人？是老毒，等你们去救人。哦。蓉儿，那咱们去救人吧。不去，现在不气他，什么时候气他？哎，王姑娘醒了吗？讨厌的蛤蟆，居然有毒。还没呢。请问，请问有什么事儿吗？哎，金哥哥，去吧，快去。好。请问找黄姑娘有什么事儿啊？让她快去救人。黄姑娘说了，救人要等到潮水再涨起来的时候，现在要好好休息，养精蓄锐。就请欧阳先生也去养精蓄锐吧。哼，坏丫头。师父。看咱们还是早点去救欧阳克吧。靖哥哥，
你看这片沙滩多好啊，我们在这好好玩一会儿，你就别想那个欧阳克了。养精蓄锐，这算哪门子养精蓄锐？哟，金哥哥，你看你头发都乱了，来，我给你梳梳。好。蓉儿啊，等潮水涨的时候，真的会有人来救他吗？你相信吗？我不相信。我也不相信。啊，这么说你是在骗他的？我没在骗他，反正你别问了，等潮水涨的时候，我自然有办法救他。哎，我在想，要是把西毒、叔侄两个人赶出岛的话，我们三个人在这儿住，其实也挺好的。好啊，不过我会想我娘的，还有六位师傅。我也会想我爹的，还有周大哥，可惜他死了。不许想，死了也不许想。蓉儿，周大哥是怕你管我才胡说八道的，你别怪他好不好？就冲这个也不许你想，我管你了吗？好吧，你要是想想你就想吧。不知道穆姐姐现在怎么样？蓉儿，我看我们有这么多人挂念，我们还是想一个办法离开这儿吧。你那么聪明，一定有办法的。蓉儿，你给我梳头可真好啊。好什么？像我娘。